下面是狗耳洞种植麦草种植方法。我们准备狗耳洞的产品一台，麦草的种子100克，一个小喷壶，500cc 35°C 的温水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来做浸种。把麦种倒入35°C 的温水中浸种6到8个小时，经过6到8个小时的浸种，这个时候我们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胀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来去做定植。我们先准备2000cc 的清水倒在我们的产品的水盆里面，水盆有两个水盆，种植水盆里面一边倒入1000cc， 盖上育苗盆。我们的种植盆上面有一块黑色的保湿布，用喷壶把黑色的保湿布喷水，让它完全的湿润。整个种植布湿润之后，这时候我们来去铺种子，种子均匀的铺在我们的种植布上面，种子铺的厚度0.5公分，两个种子盘铺满之后，那这时候我们把上盖要给它放下去做保湿，然后产品放在暗的地方去做催芽，催芽的时间在2天左右，经过2天左右的时间的催芽，我们这个时候种子已经开始发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去照光。那记得我们在催芽的期间，每天我们要给它种子上面去做喷水，让种子能够保持充分的湿润。通电之后，我们的产品的种植模式 LED 是调的 High 的种植模式， Bump 也是调的 High 的模式。那如果说我们是种植黄豆芽或者是绿豆芽，那我们就不需要照光，只需要把 Bump 开起来，把灯 LED 关闭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说我们的产品是放在桌面上，如果说我们产品是放在桌面上种植，那我们可以把上罩取掉，这样产品它的芽菜麦草长起来之后看起来就是比较美观。如果说我们是吊装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把它的上盖给它装起来。好，以上就是狗耳洞种植麦草等芽菜类植物的种植方法。